看一下，这是早餐店的邮购，我们试看看。起来，你有点敢起来？只要是湿的都还还它还湿都可以吃，反正都可以上。那个是成年邮购哦。抓起来，那成年油锅都抓得起来，你看。而且这个又环保，又没味道，又没有污染。可以的，你看，这还可以湿，它是湿的，它湿的，对对对，这边有，这边有，你看，就是它是湿的，还可以湿，你看，哇，它只要还湿的都可以抓，你看。上面都全部都擦掉，你看，再者你敢有没有说你当然找我，你还去过那路啊，把你路啊去到很清洁，你看一个面子可以擦那么多，它只要还有水分，你看这平常你要擦也不好擦。你是电关掉了吧？应该没有啊，没电了。成年油够了哦。对吧？这成年油够了，你看靠一个面纸可以把它擦那么干净。还有呢，这还是湿的呢，继续擦。哪边？你头，你比个哇。哦，这边。好，我这边。哦，这嘛是成年油够。我这个很厚呢。这油垢好厚，往里落去，我就擦那一角就好了。对不？这个，你看，轻松又省力，你看，真的厉害吧？你看，哇，不用再第二次处理，这样就可以了。哇，厉害，这个还是湿的，还可以继续使用。我们把刚刚擦过的再继续擦这个插座看看。一样也是成年油垢啊。成年油垢。对。只要面纸还是湿的哈，就继续擦。旁边擦那么干净，你看，里面我不敢擦，怕被电到。看到没有？哇，真是厉害！哇，好了，你看，好，100分。还有这个开关，100分，还是湿的，面纸还是湿的。好了。